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姨，今天来到这个班面包房。我之以前在这边附近上课，然后经常会来，因为这边呢离那个清迈门非常的近。然后这家店呢，平常早上很多人过来打包，打包很多回去。然后平常那个老外啊，还有泰国人来的也很多，其实也有不少中国人。我因为经常来这吃，然后也很多人就是说中文的。这个羊角包很不错，然后很酥脆，很香。有些面包呢，有蓝莓酱的，这个还有核桃、杏仁跟花生的，很香。这个是那个椰子肉做的。这个羊角包呢，也可以夹心，然后这种夹心夹个饼，可以夹什么？有四种，你选。这边也有咖喱包、鱼肉包，还有红豆的。喝的有那个红加的果汁，还有一些热茶。现在疫情期间，他只让一次最多进来5个人，就之前都没有限制。鸟儿在盯着你的面包。这个告示牌呢是不让喂鸟。谢谢大家点赞、订阅，有更多视频意见呢，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。